it's over. Wait till it's done.今天呢是久违的穿搭影片，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夏末初秋的七套 look。 我觉得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下个礼拜吧就正式进入九月。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我觉得今年的夏天好像特别的短暂，而且因为待在家这几个月嘛，我发现就是我最近周末出门各种公共场所啊，百货公司啊，餐厅其实都人都很多，就我觉得大家已经有点按捺不住想要出去玩的心情。那今天的这几个 look 就比较不会是这么日常，就比较偏向的度假或是约会比较花俏的穿搭。就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了，就是想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近期喜欢的一些穿搭单品。那就我不跟你们废话，我们直接开始进入今天的影片。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套就是我身上这件，就是带有点垂坠感的法式小背心，然后下半身的部分呢，我搭的是一条比较就是风格上比较冲突的一件简朴的黑色宽裤。那饰品的部分呢，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穿搭还蛮适合金色的，所以我就随便拿了一个金色的耳环来做搭配。那因为上半身的单品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优雅然后柔美的感觉，可是我不想要整个人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所以在下半身的裤子、鞋子还有耳环的部分，我就会选择跟上衣本身就是风格比较冲突、比较街头感的 look。 那其实我上半身这件法式小背心已经在我的限时动态上面露面超多次，就是应该可以感受到我超级喜欢这件单品。那我会这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就市面上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像这种有垂坠度然后又适合像我们这种古胸女孩的垂坠小背心。因为外面卖的那种背心要么就是那种细肩带，然后肩带很长，可能随便一弯腰就大曝光那种。那像我身上这一件，它是来自 Zara 的上个月单品吧，它后面呢是做两个绑带的设计，所以说你的长度其实可以由你自己去做调节。就我自己会喜欢把这个上半身绑带绑得高一点，所以你在弯腰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就是一眼就看进去里面。然后它的背部啊也是一个镂空的设计，然后很令我意外的地方是，就我本来会觉得这种绑带的上衣可能很容易就走个几步就掉，就我发现没有耶，就是不知道是它的绑绳的材质还是怎么样，就我穿这么多次哦都没有那种就是很容易松脱、很容易掉的感觉。就我觉得时髦归时髦，可是有些单品你穿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很不舒服啊，没有安全感。你的就穿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单品的时候，你的表情或是你整个人体态仪态啊就是相对比较没有这么有自信。不然有时候你穿得很漂亮的洋装，然后荧幕上就是一直拉裙子啊或是一直遮着胸口，其实就没有这么美了。但我身上这件小背心，我觉得它就算是一个很时髦然后穿出门也不会太有负担的一件上衣，就很推荐给你们。那这里要小小跟你们分享一下，就你们看到它背后，它我脖子的部分呢是细的这个绑带，然后我腰部的部分它是粗的这个绑带嘛。那我的穿法呢其实跟 Zara 他们家的官方示意图是刚好相反的，就他们家是缎带在上面，然后这个细的线在腰部这样。可是我自己这样实测下来，我觉得我自己这样的穿法啦就是会比较牢固一点，就比较不容易松脱，而且在剪裁上我觉得这样的穿法会让这里的垂坠度更漂亮一些。那像这种缎面的材质呢，在秋冬我就喜欢做一些就是材质上的碰撞。那我觉得秋冬开始呢，皮衣就是一个可以很好拿出来做穿搭叠搭的单品。那换上皮衣之后，这个 look 就会变得比较秋天一点，然后里面缎面啊跟这个皮革做一个材质的碰撞。那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耳环就没有这么合适了，把它拆下来一下。那如果我今天穿皮衣的话，我可能会拿一个鲨鱼夹把头发盘起来，
就是露出你颈部的线条，就这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种，就是娘娘，怎么说，就是现在小红书上很流行的那个娘面娘面的穿搭氛围吧。你们觉得呢？那我觉得夏末初秋的这个时间点，就是还蛮适合再继续添购这种基本款的小背心。我知道夏天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很多这种小背心，那我觉得秋冬呢就可以在颜色上做一些变化。像我自己的话，就还蛮喜欢就是用衬衫在这些小背心外面做一个叠搭，就是整体的穿搭会更有层次感。随性的稍微扣两个扣子，然后把一边塞到你的裤子里面。然后如果你今天觉得就是你整体看起来太无聊的话，就可以善用一些配饰，就简单的搭个两条就是金色的系列，然后小背心，然后再一件宽松的衬衫。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很随性，然后又可以让人家看出来其实你是有认真在打扮的。我决定我等一下要穿这样子去工地。那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这几件呢，我觉得度假感的氛围就比较强烈一点。那其实从去年夏天就会发现很多就是欧美的时尚 blogger 或是一些 KOL 们会用丝巾啊，然后绑在身上做一个类似服装的搭配，就既有一个设计，然后整个人的度假感氛围会非常的强烈。那其实我去年开始就很想要自己用丝巾啊，就是绑绑看，做做看搭配这样。可是你知道，就是自己用丝巾绑，多多少少还是会担心就是会曝光之类的。那今年夏天我在华 Zara 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今年夏天呢推出了很多像我身上这种很像类似丝巾绑带的单品。他们是以丝巾绑带的这个造型去做了很多单品的延伸。那我这次看到就下单了好几件，不过我整体试穿下来发现就值得跟你们分享只有两件而已。那其中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件黄色的就亮色系的小背心。就如果你跟我一样很想要尝试看这种丝巾造型，可是又很怕曝光的话，这件我真的是非常强烈推荐你们可以买。那首先呢，就是它有做一个就是吊带的设计，就它这个肩带又不会很粗，就是显得很 cheap 这样，就它是一个很时髦的细肩带。而且呢，就这么细的肩带，它竟然是可以就是调节长度的。它的这个部分啊，你看到吗？就它的这个扣的地方，它是做有点像是内衣的那种调节扣。所以说你再把它扣紧以后，它整个胸口的部分是很牢固在你的身上，就是随便的就是晃动啊，或是走路出去，它都不会有那种快要松脱的感觉。这个袋子在洗过后就变得超级皱，有点害羞，可是我掀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就它的里面的这个设计，它是一个有松紧带的，就等于说它在这一片布的里面又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衬垫。那像我们女生穿那种胸贴啊，或是贴 new bra， 如果你穿这件去海边玩，多多少少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松脱的感觉。就我觉得它多了一层内层的设计，就会让整个人就是更有安全感一点。然后整体看起来又可以非常的欧美造型，下半身就是简单的搭个牛仔裤就会，那下半身就是简单的搭个牛仔裤就会非常好看。那接下来这件白色的绑带背心，其实我觉得还蛮出乎我意料。就我那时候刚收到它的时候，我还立刻就发了一个限时动态说，我就自己买了一条肚兜。就我那时候觉得一块就是牛仔布，然后要卖5块1000块，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就是我应该会把它退掉。蛮出乎我意料，就是后来我打算留下它之后，我就穿着它去新区，然后逛了一整天的街，然后还去跑了几个店，拍拍照，然后晚上还吃饭吃到8、9点这样，结果它竟然就是很牢固的在我的身上欸。虽然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骨胸的关系，所以就是还蛮贴合的，但总之呢，我觉得它穿起来算是还蛮好看。那唯一比较注意的点就是它后面的那个绑带，你可能会需要请朋友啊，或是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帮你绑紧一点。然后它的这个胸口做了一个纸花的胶条，虽然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胶条让它比较不容易掉，还是这个绑带绑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种绑带的上衣可能会需要让你的胸型稍微有一个厚度，所以我就没有像我之前一样，就是只是简单的贴个胸贴。我里面穿的是跟博蕾斯他们之前合作过的无肩带内衣，就我从那个时候一直穿到现在，然后中间有陆续回购几次，就是到现在我还是很推荐他们家的无肩带内衣，就是让骨胸的我就是
整个侧面的胸型比较好看，而且它的内衣就是我实测过蛮多品牌，说它真的不太会掉，就很推荐你们可以。那我下半身的搭配呢，也是我这一次在 Zara 他们家购入的一件妈妈裤，就是俗称的 Mom Jeans。那像我这种小个子啊，然后加上有点就是胯比较宽的梨形身材，我觉得这种妈妈裤就是比一般就是平常的牛仔裤更可以起到一个修饰身材的作用。就我觉得整个 look 就是一个可以穿去海边度假、晒晒太阳的一个穿搭。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拿丹宁做一个全身性的搭配，所以在穿这条 look， 如果你希望它可以偏向更秋冬一点的感觉的话，比如你可以在上半身就搭一件简单的牛仔外套，或是像九月、十月其实还没有到这么凉的时候，就可以披一件牛仔的小衬衫在身上，就算是一个很休闲、很随性，可是又很时髦的 look。那些这部分呢，可以简单的搭个凉鞋，或是搭个穆勒鞋，我觉得整体就会给人家一个随性然后时髦的感觉，很喜欢。那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件是简约的抓皱背心。那整体来说，其实这一件我没有到非常的推荐，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版型的设计好像怪怪的，就是怎么瞧都瞧不正的感觉。不过这件上衣的优点就是它的这个肩带的部分一样是可以调节的，就你可以，就如果你的脖子比较偏短，就是脸比较圆的话，就可以把绑带就是拉下来一点，就可以拉到锁骨下，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气质。不过后来这件上衣我就是把它拿来当做是一个内搭的搭配，所以我领口部分我就把它收了上面一点，然后它这个抓的地方就是可以显得，就是如果你的胸型没有这么丰满的话，它在视觉上你的它的侧面线条就可以显得比较丰满一点。然后它后面有一个拉链的设计，就是让你比较好穿脱，只是可能它的这个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它的剪裁好像怪怪的，所以后来主要我还是把它拿来做就是内搭。我觉得这件小背心拿来当内搭还算是蛮实用的，如果你把它的肩带再调的下面一点，然后就是在锁骨的部分啊带一颗单钻的项链，我觉得整个人看起来会非常的精致有气质。那我下半身搭配的是我大概一年前拍 Zara 穿搭的时候就购入的这件就是开叉的皮裙。那像黑色啊、白色、灰色这些适合拿来当做过渡色的一些色彩的单品，就这些过渡色系的服装，即便有时候你想要就是搭配的比较花俏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陪衬。那这一套 look 呢，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有气质然后有气势，可以穿去开会啊、工作，或是去一些高级餐厅聚餐，我觉得都算是挺合适的。我刚刚把就是下半身的皮裤换成西装裤，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好像也是蛮好看的，就有一个帅美帅美的感觉。然后我刚刚把肩带稍微调低了一点，就这样的搭配的话，我觉得露出一点锁骨会更好看。行，那接下来跟你们分享的这件彩色的镂空针织背心呢，我觉得就比较见仁见智一点，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颜色就是色彩比较强烈的单品感兴趣。那时候第一眼看到这个针织背心的时候，它是让我有一种就是这有部电影叫做《从前有个好莱坞》，还有《阿甘正传》里面有一段是描述，就是美国就是60年代的时候，就嬉皮文化崛起的那个时期，就美国60年代嬉皮文化崛起的时候，就大家的穿搭就比较偏向那种色彩比较强烈的单品。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还蛮复古、蛮可爱的，所以就买了。那因为它是针织的材质，其实穿上身是有点点热度的。那如果像是官网一样，就搭配一件长的白裤，我觉得就还蛮适合秋天，就是它的橘色刚好有一点点，秋天的氛围。那我现在目前下半身搭配的是一件，一样是我今年在Zara上购入的一件短裤，它算是比较高腰的，就是有点花苞裤的设计。那鞋子部分呢，我会选择搭一双蹬皮的长靴。那这双长靴呢，也是去年我在 Zara 购入的单品。就我觉得有一段时间，这种波西米亚或这种嬉皮的风格其实蛮流行的，那我觉得就还蛮适合穿去约会，就是稍微转换一下风格这样。然后记得，我觉得戴这种帽子真的是要留两撮刘海在外面戴起来才会好看，这样好像会更好看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再搭配几个圈圈耳环，我觉得就会更欧美、更时髦这样。那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前阵子下单到的这件字母的 T 恤上衣，然后主要的重点是要跟你们分享下半身这件格纹的，就是绑带裙。那像我这种个子比较小，然后又属于就是胯部比较宽的女生，
我自己在挑选单品上面，就比较希望尽量就是拉高自己的腰线，然后让下半身呈现一个比较直顺的线条，会让你整个人显得比较高，然后比较高级一点。像很多时候就是可能网拍买到的那种裙子啊，如果是很大面的伞状，当你腰跟你的臀线没有收好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下半身就会显得很胖。那想跟你们分享这件裙子，其实我觉得它的腰啊跟臀的比例是你可以自己去控制的，就它里面其实是两层布，就你要先把一层布就是扣在旁边的这个纽扣上面，外面这一层它是一个就是绑带式的设计，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的就是裙子的松紧度。那像我刚刚有讲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腰线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拉上来一点，然后在这边就是绑紧一些。就让你整个人的身体像穿着紧身的洋装一样，就是把你的臀收得很好，然后下半身的线条又很直，它的氛围是比较休闲一点的，可是它的线条又可以就是收得很漂亮。那鞋子部分呢，为了呼应整个颜色的搭配，我会选择这种一样是米色的袜靴，那整个人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高挑。如果希望再更有秋冬感一点的话，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在一些夏季的，那我自己很喜欢在这种。就是比较偏夏季的单品上，再套上一种毛毛的，再套上那个毛毛的背心。这个背心是我好多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我觉得到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看。然后再搭配刚刚的那个袜，所以整个人的秋冬感的，整个秋天的氛围就出来了。T 恤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要买 Zara 这件啦，就是随便的 T 恤都可以。而且最近其实我没有到很推荐。那这一套呢，就比较属于我可能跟朋友去唱歌啊，或是跟另外一半去看电影约会，比较休闲感。比较休闲一点的穿搭，而且我觉得它的小心机就在于说，它的单品其实都非常的休闲，非常简单。除了这件毛毛背心以外啊，就整体看起来都很休闲，可是又会显得你的身材比例非常的好。就如果你也是就是小个子然后胯宽的女孩们，我觉得可以参考看看。啊，记得如果是上半身跟我一样挑动毛毛的背心的话，要记得选短款的，因为长款的就会显得你的上半身太长。这是一个穿搭的小 tip。那今天的最后一套呢，是一个蛮老的度假番外篇。它在官网上面分类是写洋装，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我的尺度没有那么高，就我应该是不敢就是把它当洋装单穿出门，就目前就是把它当做是就是夏季的小外套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是想说，因为我现在把头发染黑了，好像可以开始走一点80年代就港式的风格，如何？你们觉得呢？好看吗？还是应该要把它退掉。好啦，那今天影片呢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那整体来说，我自己是还蛮期待9月、10月就可以出去走走啊，度假的穿搭。那就希望你们会觉得今天的穿搭有趣，然后实用。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下上面的 like 跟旁边的订阅。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